行，这个也小会了，看了半天了。小时候我就练练。也得。他家有驴。这个蹄子坏了，成这样了。蹄子练了就好了，地上挺好的。嗯，真好看。你看这个得放得放，听放听放，听放这个坏着呢。走。昨天没到电视，那他们一笑一就是这。这屋里上我看这毛毛都湿了。哎，这么起来了。你干了是吧？这都是寄生虫啊，是吧？你看这咱还是没那个经验，没挂头那些那些。就地来，你刚说的就是虫，是虫吧？是。那真就不去虫啊？驱虫嘞，驱虫嘞，那装的，他装不了，你再喂一回。嗯，没事，摆着料一个，摆着料就喂，不你喂。好嘞，肉是长了，那拍打我了。我肉是长了，毛都不长，看着胖了胖了，胖了筋挺不大。加力，快走，加力，加力，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这个黄油好是吧？这是高速黄油。高速黄油。这就不漏风了哈。我说黄油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虫子不往里钻了。防多了。防水、防潮、防滑、防热、防冻。这好寄生虫。这寄生虫，抓的一刀。还疼一刀呢，你还得给保护了。实话讲的，你那捞乱了，你上架子啊，固定住了，还能这样固定住。这个脚丫子啊。42号大皮鞋，嗯，别动了，啥玩意儿？弄得我们大家都跟着你走啊！小人子破开裤，对，破开口了就好了。这谁这操他？生的多了，
我这一段时间工作了，加上微信，要信我微信，我这边没，我就锻炼你。还能干嘛呢？我锻炼定你，就过来帮我。没事。那这个再帮我加。忘了月的，一个才剩两个事，拿这俩事儿弄弄。我明天正好有个请假的。刀子，使小脸一吸，使小脸一找气儿就行了，不是你这铲刀呗？辽宁哪哈儿的？辽宁那个野茅台哈儿的。啊？野茅台。在哪来？野茅台。那儿的马呀，大的肉。哈儿的。它是辽宁那边。啊，差不多它这是最大的生物交易市场哈儿的，野茅台哈儿的。咦，好嘞。咦，快点。也是农村的呗，对，也是农村。这八百多公里，嗯，那儿清明的这个生物交易市场都是相差一百多公里，好家伙，太远，太远。他这一天啊，不是一天吧？这三个都，他儿的也是一天一个。不，我就是说，他们这三个市场打的对台没有啊？没有，都没挨着。哦，都错开了。对，都错开了。哦，日期都错开了。啊，还有个市场大，还有市场，哎，市场，哎，从这儿去，从咱们这儿哈儿，从到还有电杆子哈儿的，而且插杆子哈儿的，那么大。三个地儿。我五一要去，正好又没高速费，又当旅游呗。对。去的走下的当旅游似的，这是就是晃去了。哎，因为高速费，我从保定到哈儿去，就烧300块钱的油，是吧？一来回580块钱的油来回。开车去？开车去，开轿车。你就那个五一那会儿要去，正好又没有高速费，省那个几百块钱。哎，你那什么呢？我说啥？孩儿呢？开着孩儿去了吧？哪儿呢？卡子上。你还开着？你还有个钥匙呢吗？这叫啊！我这一会儿都装了，我没拔钥匙。开了是呗。夹子，你看夹子看出来。啊，就是那个，太慌了。都一个小时到哪慌的了？走了吧。那前面的我说，姐姐我说，你没这个钥匙啊？刚才。